YouTuber 马叔叔于2019年求婚女友成功，老婆也被网友们昵称为马婶婶。两人在2020年办婚礼时，他还合体七月半团员蔡阿嘎、豪豪、蔡哥、RJ 在婚礼现场带来精彩表演。夫妻俩在婚后迎来宝贝女儿的诞生，升格为新手爸妈。日前马叔叔再次宣布第二胎女儿诞生的喜讯，并晒出在产房里和老婆女儿的合照，表示天蝎宝宝来报道了，老婆辛苦了。只见老婆手中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，而马叔叔则用手扶着宝宝的头部，两人对着镜头微笑，眼神里满是甜蜜。照片曝光后迎来大批粉丝留言送上祝福，恭喜夫妻俩升格为一家四口。Bye.